我们在那个新角。哦，新角的哦。嘿嘿，谢谢你的发心。哦。到达地点，我们回去开车载你们呐、啊。啊、哦，不用，谢谢，谢谢嘿嘿，感恩你。我们行脚环台，祈福，环脚环台，万事皆和平。哦，好，这么好，那么幸运了啊！我，那我可以拍一张照吗？可以帮我，可以来来来，那个师傅帮你拍，这一张那个卡给你们，这个好，这个叫做防辐射卡。手机后面套子打开，打开。对，这防辐射可以保护你的眼睛。然后这里有我们地址，欢迎你。好啊。到有梅佛寺太麻里。好，这样子放出去。太麻里是那个呢，台东呢。对，我们从台东走过来，第十天。那需要地址帮忙吗？帮忙什么吗？您住哪边？在园长那里啊。哦，园长。我们今天住那个鳌峰。它、就是我们的大庙啊，我们园长的大庙啊。好啊，待会您带我们过去。好。好。因为鳌峰宫都是用导航。对啊。对。鳌峰宫的人，那个里面的那个有没有跟他讲好了？就讲好了。讲好了，那我们已经开车载你们了。不用走，那要用走的。用走的哦。对对，因为我们是月历行脚。哦，月历行脚。对。那我要怎么带你们？你怎么带我们呢？就会到云长了啊，对啊，他真的就会到了，到事情就是云长了。连续三天也是去这边做法会啊，小西天明和是在北港啊，哦，在北港啊，对啊对啊，哦，我今天连续三天了，刚才做完而已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是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很棒。那我们有一个哈，大爱无私的一个点灯祈福，就是我们师父法师们的慈悲，然后呢，我传给你。好啊，完全点的完全是一个很清净的一个愿力。哦，好啊。帮妈妈、爸爸，我现场，帮